么呀？今天来开一个非常重要的家庭会议。昨天 Ken 很难得密我说，你明天晚上有空吗？想来家里讨论重要的事。他说你明天有空吗？我立刻回说要求婚是不是？今天这个会议我们就是要讨论恩要被求婚了。是2023年10月17号，什么都还没有，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讨论。因为临时抱佛脚，太明显。没有啦，我们现在是2022年1月1号。Oh, 对。这几年当中呢，我有好几次只要看到 Ken 的时候，我就会开始问他说：“哎、欸，怎么样？要结婚了吗？要求婚了吗？”两年前就问我这件事。两年前，辛苦 Ken 了，压力很大。买完房子然后又要求婚。有一次在游影门口遇到他，我们俩就在游影的门口，然后很认真的把整个过程都先想了个大。真假的？哇，我今天第一次收到邀约，坐在这边跟你讨论。我连求婚的小婚戒台我都帮你找好了。现在的想法第一个是时间点，我想要压在11月的第一周。这么快？11月不是下礼拜吗？对，现在已经10月17号了。太赶了吧。我可以生气了。我好紧张，我整个热起来。11月4号他要健检呢、欸、我们1号才回台湾哎、欸。对啊，不好意思，我们7号有你要吃饭。那个计划那个吃饭6号可以。6号原因是主要是我现在目前有一个构想，然后那个场地目前是先定到了6号。我心中想象的画面就是很像一个音乐会，大家可以开心的唱歌。是先唱歌再求婚，还是先求婚再唱歌？先唱歌再求婚，因为我一开始想象是这样，所以我昨天也先约了假款。今天主要就是想要把这些组织的更明确一点。我今天有两个想象，一个是可能是若英的一个工作名义，可能你们需要练习一首歌，或者去录一个音乐、就是说我们之后假设有文化部的那个活动，对，然后假装我们要先有一个 demo。太阳姐，你姐，通常那种工作来的时候，我都会说来你要唱，她就说不要，我不是我们家唱歌最好听的，叫璇去，叫大姐去。但这个时候我就要说，不行客户就是指定你，所以她要准备唱歌，她要啊，所以她在家练唱歌的时候，你不偷笑。等一下，暂停，她一定会觉得不合理，她一定。会觉得太短，这个厂商怎么这样？所以要不就是让他可以不用表演，他不用表演，那他为什么要装法？因为我们要拍照啊。哦，可以，也可以，也可以，你们都要，然后我们要拍一个很简单的专访，但他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他就是来被受访。那有东西吃吗？最后结束第一次大家站在那，对，就是松在那边就是吃东西，一定要吃东西，然后听音乐。我们今天呢来挑求婚戒，非常重要的一刻，我自己本人也很紧张，因为挑一个不好有可能影响成不成功。你有什么想法吗？还是你有先上网爬文，还是说你已经选定确认牌子了？其实我们有讨论过、就是、哦，你们有讨论过？对，好的，那现在进入挑戒指的环节。该会这么大颗吧？真值得这么大颗吧？好，来贵哥再跟我们解释这个戒指有多高贵哈，钻石的这个切割面啊都非常的讲究。那我们刚刚大概只花了3分钟就选定了戒指，主要是因为非常经典款，也觉得比较适合简单的你。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出来约会，我们现在在文华东方的餐厅，现在要来询价，看看这里的求婚场地方案是什么，价格大概是多少。今天早上 Ken 已经去了2家，登记登一登就好了，差不多就一花。今天我们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终于把当天的场部流程确定了，感谢那个场部小组，集气一下，希望当天活动可以顺利。1、2、3，加油！今天是求婚倒数4天、然后我们今天要练团，唯一的一次练团，压力很大吗？压力很大，不可能还请到这么帅的嘉宾吧？好期待啊，我觉得很好玩呢。听说歌单是 Ken 指定的，是不是？没错，不给你们自己想，没有个人意识在里面。不是，重点是我很期待他唱那一首，因为那一首真的很感人。好，希望不要闹亏。您今天也有被发到那个啊？就是通告啊。这次要唱的是 Ed Sheeran 的，我们。Ken 哥特别点播的婚礼神曲。可是我跟你讲，他是专业的，他等一下一次 OK， one take， one take， one OK， 要这样子啊， OK， 我相信他。I found a girl beautiful and sweet. We were just kids when we fell in love. Listening to our favorite song when you said you looked a mess. Heard it.Darling,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外面听到起鸡皮疙瘩，真的很好听哎。Ken 他会先到定位，然后放完影片，然后放完影片，然后他会求婚，然后求完婚，他 say yes 了以后，然后就 baby 啊。哦，所以他说我愿意，然后你就要开始唱歌。迪，那你说我愿意？你愿意嫁给我？看着我的眼睛。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满意。Dancing in the dark,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周家宽现在已经杀青了，重点是他不到十分钟。喂，喂，喂。坚强，坚强，你有没有吵啊？香雪要再稳一点。还请我们陪你们坚强。小乐，等下不要笑出来哦。不会啊，不会啊。第一次哦，那你不会变 unlucky。Ocean under the open sky, oh my.Baby, I'm trying. I'm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been where I have been.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again. I wish you had one more kiss. I will wait for you. I promise you. I'm waiting your heart. 现在是下午的2:55，不好意思，今天麻烦你了。待会 Ariel 部分也麻烦你了。希望晚上晚上可以顺利。好紧张哎！已经开卡词是吗？这位化妆师刚刚不是在帮男主化妆吗？对啊，他们说我真的要影后，今天一路演的我不知道怎么洗。我觉得我演技真的100。你等一下就要赶去会场，对对对，假装先把我补个空，就出发。我今天很紧张到你们都赶快化妆走，我现在大便，很早。好吗？出发了。11月6日是什么日子呢？我要求婚的日子。我一进来，然后就看到大家忙东忙西，各司其职，我就觉得要哭，想哭了，感动。没事，抱一个。你娶的是一大家庭。没关系。你觉得你现在紧张的程度？我觉得应该是人生最紧张的时候。哇，真假？那你觉得你等下要哭吗？我很怕，我很怕我哭很惨，然后他没哭。我会哭。我跟你说，我觉得恩一定不会哭。我觉得你在筹备这整个求婚的过程中，你觉得最困难的是哪一个点？我觉得最困难应该是联络大家吧。哦，因为人太多了。对，今天一定会非常圆满。顺利，然后大家都会哭爆。真的，我觉得你不用担心，我们都在你身边。对，谢谢。认证，姐不嫁我来嫁。我带大家去看杂事的组长。今天我们男主角选的场地是东方文华，我觉得他这个户外场地真的很漂亮、很浪漫、很适合求婚。组长在这里 ，Miffy， 借用你一下下的时间，好不好？等一下，我先帮他解决问题。好，你真奶妈也在联系我，因为他就是状况外组长。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困难，应该昨天就来了。对，我现在有点紧张，因为已经4:20，剩2小时而已。我觉得 Ken 不是娶到恩，他是娶到我们这个家庭。如果没有一些什么亲朋好友，他怎么搞啊？小抱怨还是？不是啦，因为我们跟 Ken 的交情是大家可以开玩笑，所以讲这种事还他懂的，他知道我们在干嘛。讲归转按那个钱的账号还是要 OK， 感觉好像可以气球再大一点的感觉。我是有绕2圈，你说又会破掉。很漂亮吗？他们两个绑归绑，虽然说有在做，可他们互相吹捧太久了。Ken 就说哇，我们两个好棒，然后就是说对啊，我们两个就好棒。结果只穿了一根。对，我们两个快一点。你在忙着架器材是不是？对啊，希望可以记录到每个画面，但就是尽力了。对对对，我觉得你已经很尽力了。同一时间，我们这里又有人在彩排唱歌了，是不是？哇，加油吧，我们可以，我们绝对没问题。累不累？不累，为了我姐不累。哦，我们男主角是唱歌咯。欸、太早拍了，等一下再拍。你看他连自己花冠都准备好了。我在保管这个花冠，我在说明书，我在保
有管他，因为他们怕不见。好呀，飞走了。你觉得这个姐夫你满不满意？老实说吗？我非常满意。哦，真的？他从他们交往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男生就是他了，就是他了。他真的对恩非常好，跟我们家人的相处也都很 OK。这一次我们帮他这样子尽心尽力，我觉得值得啦。小倩，你也加入气球组是不是？我好像太早来了，听说场部主任早就开始了，怎么进度好像有点落后？因为前面好像有点哩哩啦啦。Hello， 一样也非常重要的也。是要来唱一首歌的，好紧张！骗人，他们一定不紧张，他们连彩排都不用。全目前进度大概多少了？大概48吧。求问台，所以是往这样看。从今天之后，我就要改口叫姐夫了。现在先假装拿气球给杆杆。喂，我在三分钟，好 ，OK， 好，拜拜，准备 ，OK， 准备，准备，准备，准备。Stepping out of the shadow in my room, caught between cowboy clouds and misty moon, silver dress, sparkle eyes, crystal blue.I was lost to the menace of the mind, sucker punched by love most of my life, told myself I would always toe the line.拍摄吗？没有啊，我昨天还在想说，嗯，创立这个频道的初衷是什么？好啊，那我们先要结了。Thank you.
翻阅。哇！哇！我起鸡皮疙瘩哎！哇！哈哈！哈哈！你要哭了吗？好扯啊！哎，这个要亲，这个要亲一下吧，这个要亲一下吧。好恶，好恶。宝贝，笑屁呀、啊！平常呢，你总是喜欢把我写给你的信念出来，让我觉得很别扭。但今天，就让我自己念出来吧。我们在16岁的那一年认识，感谢2019年那场球赛，让我们在14年后可以有机会拉近彼此。我们一个冷静内敛，一个外向大方，看似截然不同的个性，却让我们可以在生活中互相协助彼此。谢谢你，让我拥有了那么多的家人和朋友，也谢谢你，让我的生活变得如此精彩。谢谢你，让我更有勇气去面对这个世界。今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过程中虽然面临了很多的困难，但我们都一一克服了。未来相信还会遇到更多的挑战，但只要有我们在一起，没有不能解决的事情。当你觉得肚子饿时，我会准备好吃的给你；当你生病时，我会好好照顾你。当你需要支持的时候，我永远都会在你身旁陪伴你。我想和你一起成长，一起变老，一起开心，一起难过，一起走遍世界各地，一起吃好多的美食，一起变胖，再一起减肥。从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月开始，我每个月都会写一封信给你，而这是我要给你的第43封信。你愿意嫁给我吗？卡住了啦，卡住了啦！Show you the world.
shining, shimmering, splendid. Tell me, princess, now where could you last let your heart decide? A whole new world, a new fantastic point of view. Let me share this whole new world with you. 啊，这边还没有唱完，这边是间奏，我们要准备一些吉祥话。结婚快乐，龙马精神，永保安康，哎，这个富邦人寿。下大雨了，新人，下超大的。台北大概两三个月没下雨吧？下雨了吗？而且这水路都要干了。我就是看要先想好，哎，他的另外一半就是会带雨，他的 plan B 在哪里？你知道我们今天在干嘛吗？生小孩。生小孩。刚姐夫说他这几天都不理我。你知道这几天我们内心，我们郑家内心很煎熬。你打来，明知道是你，但是我们不能接，因为珍珠知道他会讲。两位昔日的荧幕情侣有什么话？就是个渣男。哎，你是不是有话想说？没有啊。不要我，怎么了呢？我没有办法讲话。而且我刚才走过来，没想我会哭，哎，你是不是不想嫁？你要嫁，你给我眨眼睛。求救信号。我先叫车。我们带你走。我还是觉得很感人，有被感动到，我觉得看很有诚意。你可以去看我的影片，从头哭到尾。什么影片？等一下，哎，你爆雷哦。他然后你也演得很烂，你。哇，我还是远离你们好了。今天也是有准备表演要给我的姐姐跟 Ken 的，看五月的晚霞。是我要被求婚吗？我好紧张哦。我们要来带来这一首是希望 Ariel 跟 Ken 永远都可以很 lucky。 哇 Do you hear me? I'm talking to you. Let me open sky. Oh my. Lucky lucky love in every way. Lucky love. 尽力了，好听吗老师们？刚刚有一点小小的怯场，但是没关系，很有舞台效果，很赞。接下来呢，是有很多的亲友想要给恩一段话，给你们的祝福。是的。明天要带你去河口湖一日游。明天要去河口湖。我不要嘴唇，我要快解婚。好，谢谢。快结婚，快结婚！安安祝福您跟 Ken 结婚，俊男美女，生个漂亮的小 baby。
希望我们两个都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成为彼此人生中最重要的伙伴，然后不要再放不下我了。答应他。多年前就觉得你会是我们当中最快结婚的人，结果还真的是，你真的是全村的希望哎。真是你们能够遇见彼此，也很开心你们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在这幸福的时刻，祝你们永远健康快乐。最后，恩慈，嫁给他吧。怎么办？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先准备卫生纸。哎，不行啊，这个影片我已经录了很多次，但是每次一开头我就会哭。我们参与了彼此一半的人生，今天要把你交给别人了。希望你们要幸福快乐哟，那就爱你哦。那就是祝福你们结婚之后日子一样过得开开心心，然后陈王爷说你会生女儿哦。彤彤，没有想到你也有这一天，今天就是你说我愿意的日子啦，嫁给 Ken， 不要再等我啦。哦，虽然我今天没办法动心床，但是 say yes， 你们会幸福一辈子的。嫁给他。现场来了这么多人，如果你拒绝的话，大家是会很尴尬的哦。记得要答应他。最后祝你们早生贵子贵女，然后让小美有一个可爱的弟弟妹妹，期待她的到来哟，赶快去生小孩吧。今天终于到来了，虽然我们现在位置不是在日本迪士尼，但是只要是 Ken 的求婚，就像他拿一个钥匙圈，我都会举双手赞成。然后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呢，是倒数一个月了，赶快回家做人成功，生下跟鹏一样的霸气狮子女。嗨 ，Hello， 恭喜恭喜，终于有人跟你求婚了，感动，感动哎！恭喜你们要结婚了，然后也很开心你找到像 Ken Ken 这么棒的一个男人。让五哥认证。嗯，你认证什么？顾家、哦、然后又会哄小孩。我以为你试过。哦，没有，我不敢，我不敢。恭喜你们结婚。恭喜，哎、欸，哦，是这样吗？哦，好。恭喜喽。恭喜。恭喜你，蔡叔叔，恭喜你，要幸福快乐哦。耶、yeah! ！恭喜你们要结婚了， yeah! 快点嫁给他，嫁给天蝎男赞。快点生小孩，生起来！快点！不是你要先讲祝福 Ariel 跟 Ken， 不是你先讲吗？好，祝福 Ariel 跟 Ken， 有情人终成眷属。要不要一起去度蜜月？或者是滑雪？但是我见过最贤惠的男生，娶她，没错。Hello， 干爹干妈，恭喜！哦。这是第二十卡、首先就是请干妈你先跟干爹 say yes、uh-huh. 说完了以后就祝你们百年好合，还有什么结婚的时候很棒，多赚一点红包钱、我们接下来的房贷就靠干爹干妈了，谢谢，祝你们间谍情深，早生贵子，哎，赶快生、不然就没机会了。结婚，结婚，结婚救台湾，结婚救台湾，生小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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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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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阿姐姐，哎，阿姐姐，姐姐，虽然你很老才要结婚，之后可能要当妈妈了，但你还是我们最爱的姐姐。之后还要找我们去你家玩，我会帮你照顾妹夫。祝姐姐婚姻圆满，能跟 Ken 哥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就像公主和王子一样幸福。Love you. Yeah， 听说 Ken 要跟恩恩求婚，这是你最睿智的选择了。用真心，用诚意，心爱的女人就会属于你的。祝福你们哦，幸福快乐，一定要幸福哦。This is so exciting. I don't know that much about Ken, but I think he's a good catch. He might be a slowpoke like Uncle Michael, but I think he's a good one. Marry him. Ariel, congratulations. We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all of the news about what's coming next, and we're very, very happy for you. Yes, say yes. Say yes, Ariel.说 Ari， 嫁给他，嫁给他，长生贵子，长生贵子，何大财，何大财。再说一次， Ari 嫁给他，嫁给他。
哎，嫁给他。结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我相信你会做一个你自己也很乐意下的决定。那我在这边先说恭喜喽！祝福恩恩阿姨，幸福永结同修，百年好合，爱你们喽，爱你们喽，好。还有嘞，要要幸福。恩跟 Ken， 祝福他们。嗯。哦，应该记，祝福他们，因为作为长辈要祝福他们。啊，第一个是瑞士的。因为作为长辈要祝福他们。第一个是瑞士的。今天是幸福的时刻。嗯。然后作为长辈的我，要祝福他们往后每一天都幸福快乐，甜甜蜜蜜。嗯。永浴爱河。永浴爱河。今天是我们的姐姐要被求婚的日子，有什么想要跟姐姐说的，请说一下好吗？收起你的任性了，如果你要嫁人的话，因为我自己的姐姐，她的脾气跟她做家事的能力我是知道的，所以嘿，加油！加油！不是你们不是应该说嫁给她什么的吗？嘿，加油！加油！加油！不是、啊，我要讲恩好话，大家一起生活应该会很有趣。对，那天佑刚好是一个爱笑的男孩，刚好就是不接吵，然后看安静这样。这个组合能文能武的意思。对，应该是了解。大伙不了解。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就是支持你的所有决定。我觉得不管你觉得要嫁还是不嫁，我都支持你，好不好？你也可以说我们拍拍你当下海报啊。对啊，没。总而言之，就是真的祝福你们，也恭喜你们要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好不好？嫁给他，嫁给他吧。小伟 ，Ken Ken， 你爱去跟 Ariel 求婚，你是讲对讲唔对？哎，我 Ken Ken 只有句呢，伊若歪答应，阿姨过三个查某囝在后边是等嘛，你去考虑看下买啊无？开玩笑，安尼乱伦去啊！阿姨还是很开心，有 Ken Ken 在旁边扶持着 Ariel 啦，开玩笑啦。时间过得真快，恩恩到了，该要嫁为人妻的年龄了。真的不要忘记，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希望你幸福，希望你快乐。I love you。恭喜恩恩跟 Ken Ken， 我等录这段影片等很久了。其实阿姨很放心把恩恩交给你，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温柔体贴又有责任心的女婿，所以我相信你会好好疼爱我女儿的。恭喜你们，我终于当岳母喽！恩恩还嫁给他？嫁给谁？嫁给。爸爸，嫁给这个一下，是你们的真个子，这个小本子是我吗？嫁给他，嫁给一下，祝你求婚成功，一定要幸福哦，跟我一样幸福哦。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从你跟 Ken 交往的那一天，我就觉得。这个男生你非嫁不可，赶快答应他吧，不然你也嫁不出去咯。耶、yeah,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等超级久，拖超久，非常替你们开心，赶快去生狮子宝宝，我答应帮你们顾到满四个月，超赞。看着你们在一起的这三年，我们其实每一幕都看在眼里，想不到就走到这一刻，然后你们去年开始捏造你们的小窝，今年终于成型了。其实我很替你开心，每次都说恩是生活白痴，但其实我知道他搬出去之后他自己成长了很多。接下来你的人生要进到下一个阶段，不管怎么样，你的背后永远都有我们，嫁给他。生小孩，生小孩，感谢大家的帮忙，感谢 Edison 才能完成这支祝福的影片，我求婚成功了。现场准备了很多好吃的东西，请大家尽情享用。如果还有想要对我们说的话，那就有。注定从那些到西处往外的路。
个最好的原因。接着，谢谢大家来到我的演唱会。好了，来，下一个，下一个，把手机给我好不好？因为是我们的演唱会，谢谢。在无尽寂静中充满答案的字眼，那是我们从海到岛的青春，很多的回忆不停诞生。经历过聚散和离分，也许承受过怀疑眼神，还请我们陪你们见没办法，我已经忘记了。不是重点，就是你说一定不要看稿，就是你每次看求婚影片就说，嗯，他很棒，他没有看稿，所以无论如何就是一定要背下来。哇，你背多久？嗯，我连洗澡都在背，我连歌都在那个洗澡的时候练，他、啊、最后没唱出来。对啊，最后不是我唱，辛苦了。终于回到家了，你也辛苦了。我没有啊，就是那个、啊、常常自己在家三不五时加班。我还想说你这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但也很感谢亲朋好友们都很大力的协助，谢谢所有来参加我的求婚的朋友家人，感谢感谢，这个人情还不完了，还不完了怎么办？所以你真的没有发现，你知道我们有下赌盘吗？我没有发现，因为我们大家都觉得你在笑看这一切，所以你还拍了一支片，然后计中计，然后那个走进来就拿 GoPro 说啊，我早就知道，没想到我也有这一天啊。我还为此减肥，刚忙吃麦当劳，超快乐。哦，然后郑重呼吁一下，我没有怀孕哦。真的没有怀孕，但是从今天以后就不知道。你刚刚打到我的奶了，抱歉。这个家就是我跟 KingKing 一起买的。为什么隐瞒大家这么久呢？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啦，反正没有走到结婚这一步，一切都还有太多太多的未知数。虽然可能结婚了还是有未知数，但是至少就是尘埃落定了，一步一步来，一切都是在我们的计划之中。那希望可能明年后年家里也可以有新的小成员。不知道，你会是一个 good daddy right？ 我以姐夫为榜样，那就不太好。谢谢大家，谢谢所有我身边的朋友跟家人，也谢谢你们看完这支影片。最后，我要结婚啦，大拜拜。